感觉像在出国的样子。到啦，然后呢，我们现在要看的是这部戏。大家好，我是 Miji。 我头还没有弄好，今天为什么我整个人状态就很嗨呢？因为昨天晚上我们临时决定我们要去一个 staycation。 我感觉我超久没有拍 vlog 了，我有点不习惯。其实不是昨天半夜，是今天早上7:30，我们不知道哪根筋不对，突然间决定今天要去酒店住。虽然不太够水，但是一想到今天是我们的小小休息日，精神就来了。现在时间已经2:43，3点就可以 check in 了，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赶一下。Let me come and join me.好吧，我们要出去了。我们今天不回家了，我们要去酒店住。那跑去酒店，OK 啊，那我们明天见哦。好，拜拜。这边的装潢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有一种高级酒店的感觉。椅子是这样子，我特别喜欢他们家椅子。然后这边有个钢琴，然后那边还有那个零食贩卖机。这个是一个4星酒店。我很喜欢这个设计。到啦！哦，很酷哎！哇，还不错的感觉，稍微有一点小。通常我住酒店，我就会要求一个大床，但是 Tiffany 偏偏要两个 single bed。你懂为什么吗？我不喜欢跟他睡觉，因为。他是 light sleeper， 我是 deep sleeper。 我每次动来动去的时候就肯定会把他吵醒。你要吗？我也不要。参观房间的时间啦。首先步入眼帘的就是两张 super single bed， 然后中间就是一个小小的缝隙， might as well have one big bed。 这边就有个灯，一个保险箱，浴袍，然后这个电视机，我感觉我们才刚到底就已经开始乱了。窗口，哎，我真的很喜欢哦，大窗口，整个就感觉比较豪华，所以外面的风景就是这样。来给大家看一下，呜、哦，美女，哎，我其实觉得这个设计真的很不错。然后呢，厕所没什么特别的，参观一下浴室。也就这样。Is it very boring? Yeah, a little bit. 然后呢，一面很大的镜子，让这个地方看起来更大。镜子里面有一个美女，两个美女，一个。这边有一堆咖啡跟茶，看一下它冰箱吧，就一个小冰箱。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没有什么特别能讲的东西。
说一句实话，这个地方跟我之前住的三星没有差太多。之前我住的一个是这边的价格的一半，可能整个就感觉比较新，还 OK。 So 你要哪一个床？This bed is directly in front of the TV, but it's closer to the aircon. This space gives more security cost inside, but it's not so direct to the TV. I'll take 这个床。现在要来拍一些经典网美照，虽然说大家应该从我们的照片看得出，我们的照片就是走低质量的路线，然后也就随便用个 iPhone XS Max 拍的，连最新的 iPhone 都不是。有点 over。哇，这个美，这个美 ，That's right, strike it.第一张，你看，哦耶，哦耶 ，You stop it！ 等一下，等下他们来去截图。不知不觉，现在已经六点了，我们还没有吃早餐。我们纠结了很久，我们决定要去吃这家 Hongdae Korean Restaurant。这个看起来巨好吃。等一下，我们看看那食物跟这个图片到底有没有差。Let's go。Jimmy, really、huh? turn your back on the camera. I don't understand. I'm trying to say finally, people know your cap is from Burberry. I purposely give you a close up.不知道正常 staycation 都应该做什么呢？好像也没有什么东西做哎，没有男朋友抱着一起看电影，抱我，只有一个没有用的妹妹，我不要。所以呢，刚刚我趁我姐姐在睡觉的时候做一些 bullet journaling。哒哒 ，mood tracker, sleep tracker。我刚刚才开始 bullet journaling， 所以看起来不是说很好看啊。过去的一个小时，我就一直在睡觉。啊，好困哦！不知道为什么这一个星期啊，就一直特别想要睡，怎么睡都睡不够。虽然我们在这边 staycation， 但是工作还是要做的，需要花点时间来回复邮件。OK，Done。我现在很想喝泡泡茶，可惜现在的时间已经是差不多。9:05，这样估计都差不多要关了。重点是这个酒店周围没有太多东西，想要出个门都不知道要干嘛。最后我们决定去便利商店买一些需要的用品，还有一些零食啊、水之类的，来准备 Netflix and chill。我们的 staycation 就几乎完美了，就差一点，只要把妹妹换成一个男朋友，就完美了。
觉得我们看起来很像要住上几晚这样子。真的嘞，直接买了快30块钱的零食。零食，鸡胸肉 ，latte， 果冻，饮料，饮料，韩国面，饼干，软糖，软糖，差不多就是这样。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 Netflix 时间啦。我每次哦 staycay 的时候最享受的就是躺在床上看一部好电影。Can you believe it? This one or $29.90 I bargain until $15. 哇。然后呢，我们现在要看的是这部戏。我比较喜欢看恐怖搞笑片，我不会单看恐怖。看电影啦！由于我们肚子饿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先吃点东西，然后顺便给电脑充上电，然后待会儿再继续看。我有没有跟大家说过我有多么爱我的妹妹呢？我只知道你跟我说过你很讨厌我。All the time。 没有啦，只有在需要我的时候她才说她爱我。爽。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我吃面的时候我喜欢一条一条吃，特别是这种方便面。2:38，现在我们电影也看完了，宵夜也吃完了，是时候该去睡觉了。然后明天12点我们要 check out。大家要是想要看更多这样的 staycation 的 vlog 的话呢，或者你有什么哪个酒店让我们去测评一下，看它好不好，在公屏下面跟我们说一下。记得点赞、订阅、转发，还有关注我们的 Instagram。下个 vlog 见。我们就这样去睡了吗？我们出来买冰淇淋了，然后给大家顺便看一下这个时间的街。平时这个街都是很热闹的，因为是喝酒的地方。我们熬过了所有晚睡喝酒的朋友们，我们赢了。